Hello， 大家好，请。那么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 One Piece 榜梯了，拉起来好不好？在开始之前，一样先来抽一下每日三钻石单抽走起。OK， 一样烂。哎、欸，这个单抽好像从来没有看过，就是那个鲁夫带伙伴的，对不对？烂死了，烂死了。好，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先来把这个我们这边这个排位赛先排到这个 SS 阶级。那今天先来玩一下我们这个红色大妈组合，很久没有玩了。那另外一只的话，我想要来玩一下我们的这个雨之犀女巫，我们犀牛哥哥。没砍人还是蛮痛的哦，然后很久没玩大妈了啦，所以就来玩一下大妈好不好？最近基本上都是尼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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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一直疯狂的这个尼卡，但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所以这边的话，大家如果还没有抽尼卡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也是可以来搞搞一波尼卡的哦 ，very very 推荐啊 ，very very 推荐。好，那我们这边来雨之犀牛走起哦，这边来一个这个攻击勋章，哎、欸，攻击手专业哦，然后再随便给他套一个随便的东西哦，应该就可以了。大家一定会那边那个像那个什么哭哭馒头的那个样子，然后拍脸，没事没事，乱搞乱搞。然后这边帮他装一下这个特效、哦，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基本上比较少打那个活动关卡了，所以有一些那个特效的话，我们好像都没有帮他们开哦。现在慢慢开，应该就会有一些能力上的这个提升。但其实我觉得好像就算没有提升啊，其实真的要玩的话，好像也不会说就是没办法玩。哎呦，我们已知虚流一百等了，要了个修酷炫哥哥哦，可以可以，好。一百等犀牛准备开砍了啊！来看一下今天能不能顺利打到我们的 SS 位阶，走起！好，那这一把的话呢，我们又是在这个海洋队啊，不过我们是在这个罗格镇啊，我们就看一下究竟有没有机会取得我们的好成绩。一样先来玩个 Big 马马啊，我们这边的话大妈啊，真的还是整体蛮喜欢的一只角色。哎、欸，他卡我老哥，他一直卡到我面前啊，搞毛鬼啊，老哥！开很嗨哎、欸，他就一直往我这边靠，太霸气了吧！居然还有这种的哦、喔。好、啊，全部先把这个拉满哦、喔。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在玩尼卡的时候，也跟这个玩大妈的时候差不多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优先先把这个宝地的这个地方啊，先给它拉满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只要能够拉满这个宝地的话、喔，你就可以就是让敌人就是没办法那么轻松的这个弄到你这些东西，然后你基本上也可以就是比较安稳一点点，因为对面如果不是夺宝手或干嘛的话，其实他要夺的话也是非常非常 very 辛苦，好不好？然后我们这组真的是太强了，完完全我就在那边打酱油，你知道吗？一个人都不用杀，有没有？一个战场都不用碰，我只要去那边踩我们这个藏宝点就可以了哦、喔，可以哦、喔。弄掉，弄掉，可以，可以，可以，我来了，完了，一个一个把它拉满，有看到？雷炸！好，我们先把这几个弄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全部都往前面迈进了哦，全部往前迈进哦，黑粉力棒棒，来喽，开夺，你可以耶，看到没有？然后再一个葫芦巴啦。那我就只要站在这边就可以了，不死就是获胜，不死即胜利，各位。我这边把这个，我可以那个弄一下阿英嘞，哈哈，太神啦这个大妈，这个是多亏了这个整个队友哎、欸，你知道吗？整个队友在那边很嗨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我就一路上就是一直踩下去，哈哈，太神了各位。You can 狂踩猛踩，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把 ，Let's go 啊！好，那我们这一把的话，依旧是在海洋队哦。我怎么感觉我们最近好像跟这个海洋队好像蛮有缘的？好，没关系，刚刚已经赢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这边好不好？我相信好不好？最近就是我们这个海洋队的这个获胜时期啦，好不好？来，先来继续踩一下我们这边的点哦。来，先把自己的这些内点都先拉满哦，就没问题了。然后对面这边的话是狗头，然后尼卡再加上我们这个年轻白胡子，还有我们那个鲁布王哦。那主要来说尼卡可以干跟我一样的事情啊，所以也是蛮有压迫性的。然后我们这组的话是那个香吉士，还有鲁布王跟我们这边的这个索隆，哎，没问题。Let's go 走起，哎，没有人来低点呢，哎，我们这队伍这两场是怎么样？都直接杀到别人家去了，各位，这是直接杀到别人家去耶。然后我就在这边一直晃悠晃悠，有没有？疯狂把这些阵型拉满就对了。哎呦，感觉很是 OK 哎！你看我们的队友，但好像现在都残血，
很惨的、啊，完了完了完了，看他赶快复活，不然就惨兮兮的。行くよ。哎，不灵棒棒，这麻痹对他是也没有用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黑布力棒棒对他来说应该是没用的。我刚刚那个陀螺仪视角转超快、欸，哦，我现在是加速环节加超快，开躲开躲，你们去旁边打哦。干嘛、啊？我就在那边一直撸小小，那我躲一下会死哦。哎呦，我死了，让我躲一下会怎样呢？真是的。啊，没事，来了，满等溪流，溪流与溪流仔。哎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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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先躲，先躲！快快快快，再躲一个，再躲一个！有有有，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有啊、哦，有啊、哦，有、哦！守住，守住，守住！再躲一个，再躲一个！有有有有有有 ，nice！ 哎、欸，可以耶！哎、欸，我觉得这几把这个海洋队伙伴啊，真的是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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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了太神了，又获胜啦各位，可以耶，呵呵，大妈真的也还是很好玩啊，好不好？哼，哎、欸，真的还是很好玩，天哪、啊，哈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一把有没有机会，今天就直接给他 SS 起来 ，Go Go Go 啊！哇塞，哎、欸，我们今天是完完全全海洋队的这个灵魂哎。疯狂海洋队要求，我们现在又是海洋队了，各位，一只海洋，一只海洋，哎，好，那我们这一把是与之溪流开局哦，我们来看一下你有没有机会，好不好？死龙砍出好成绩，那我们刚刚那几把会赢的话，我觉得那个大妈的那个一开始先把那个什么，先把我们那个阵型拉开哦，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工程的感觉哦，来来来，溪流哥哥。我、哦、都没有人要先把我们自家这边先拉满呢，就只有玩，就只有玩大妈的时候会先做这个事情，先拉满，先拉满，拉满很是重要。但是我们自己是这个啦，我们自己是那个什么，是这个，哎、欸，攻击手就比较难拉了，好不好？有有有有，很快很快，先小拉一下，小拉一下，小拉一下，他们对面好像都是在自家哎、欸。又不出外干事情的哦，好，没问题，我来了。溪流哥哥，先把这个吃掉。那、哦、我准回开斩。哇，完蛋！哎呦，这是命念的这个漫画吗？哎呦，卡普现在就是被宇智溪流。砍了一个重伤哦！哎呦，哎呦，呵呵，砍出一个重伤哦！哎呦，哎，我明明就有闪，还是因为我没有闪对边，我刚刚确实闪错边了，好不好？刚确实闪错边，来大妈，大妈，我这边先把这边先啊，这边是满的。哦哦哦哦哦哦，雷招！拔拔拔！拔拔拔！
葫芦巴啦！麻痹你！哎，我靠！尼卡怎么可以这样子？偷偷偷！雷炸！哇，谁快来帮一下，或者是去稳住其他边，拜托了。哦，准回。Heavenly 棒棒。葫芦巴啦。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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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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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我今天海洋队是疯狂连胜海洋队耶。完全没问题耶，各位，嘿嘿，太嗨了，太嗨了，各位，大妈很久没玩了，还是觉得好好玩，天哪，不错哦，可不可以直接到 SS？ 哇，差一把耶，差一把，我们赶紧，那我们今天再追加一把，来看一下能不能今天直上 SS 哦 ，Go Go Go 哇！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把呢，这边才不是这个海洋队哦，完了，会不会这个终止我们这个连胜呢？完了，会不会我们海洋队才是真正的这个今天这个获胜的这个最好的这个队伍呢？哦，不知道，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反正这把如果输掉的话，那也没关系哦，我们今天赢了蛮多场的，那如果赢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顺利到达SS， 开神哦，又是尼卡。尼卡，哦，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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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来，哦呦，哎，都差那么一咪咪了，太惨了吧！哇，那什么，暴老爷，居然连暴爷都来了，哎，太神了！我觉得这个，这是雨之溪流是赶路法吗？我刚刚是疯狂在那边赶路，哎，好猛哦！顺顺哥，顺来顺去的，很可以耶。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那边过得很爽哎。啊？为什么这只可以在我们家这边过得这么爽啊？各位，可以解释一下吗？有没有人在搞他？我要被他搞死嘞！完了，各位，哎，今天是海洋队的这个胜利时间是不是啊？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完蛋了！海洋队是胜利大法是不是？哦，真是，哇，没音。我靠！哎，不对耶，怪怪的，怪怪的。不是啊，怎么这边？我靠！哎，他们在我们家这边过得很开心哎。哇，这个最近这个海洋队大家都玩得很棒哎，我的天！完蛋完蛋！乖乖，先夺，先夺，先夺，最后才是有机会的，好不好？先夺，先夺，先夺，先夺 ，Go Go Go！ 我不信，哎，不是，老哥他们，啊，我们怎么好像要全部死光光啦？不行，我要先站这个点。这个点我必须守的。然后还有没有人没了？哎呦喂啊！不是啊。我愿意一直当洋那个海洋队啊，但是，哇，怎么会突然在海洋队那边赢了之后，然后就给我换到这个阳光队啦？太惨了吧，这样不行的吧，哭哭，GG。